三声，四声，五六七八九十，11121314151617181920，好，再快刷十次啊！好，是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1314151617181920，好，放下。现在做下腰部运动，好，然后叉腰。好，现在走。右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左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来掰下左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换腿，好，抬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放下。好，左腿的后边。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换右腿，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放下。好，把腿放松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好，提起左腿，臂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右腿，走，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好，放下，好，外缠，抬起来，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再换腿，好，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好，蹲下去啊，蹲下去，这样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好，右手拍左边，好，先拍这个前胸，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拍的里面啊，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走完，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好，下边，一二三。左手拍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走完，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两手再从上往下拍啊，好，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下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路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小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两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后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左腿，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个，吸个两舌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下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七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下面。再对对这个后脚跟啊，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七、撑八、撑九、撑十，好，好，跳一下啊，放松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好，咱们开始练习前十太极拳。好，我把画像拿过去啊。好，起势，一、二、三、四，金刚倒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两加一、一、二、三、四、五、六，放松，六方四地，一、二、三、四、五。好，咱们再练习一遍啊。好，起势，一、二、三、四，金刚倒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两加一、一、二、三、四、五、六、六方四地，一、二、三、四、五。好，下面咱们开始学新的动作，单边。好，看一下啊。好，单边。一，两手手心向上，身体随着向右转。二，右手边尖，好像采花一样，好抽丝一样抽出去。好，左手，左手在肚脐的左侧。好，三，提腿向左方开步，五，
左手扶心打开，放松。好，三边拉长了。好，再来啊。三边，一、二，眼睛要轻轻转过去。二，把身体转正。三，提腿，开腹。四，左手扶心打开，同时往左移重心。眼左扭弓，放松，眼睛看着左手中指。好，再来啊，单边走，一，两个手心都向上，二，右手捏捏向左掌上边拉过去，走，我们的身体左转，三，举腿，开步，四，左手弧形打开，同时点左腿弓，然后松肩坠肘，气沉丹田，一定要呼出去啊。来，再来啊！三边，一、二、三，开步。四，左手弧形打开，放松。哎，好，哎，再来一遍啊！好，半边，一、二，右手捏捏，好，转身转过来，三，提腿开步。重心还在右，好，开手，移重心，放松，来，好，再来，好，单边，一。三、四、五，放松。好，来，再来一遍啊。半边，一，身体右转。三，开步，四，好，来，现在咱们一起对准做啊，我跟大家做的是一样的啊。哦，反差一。哎，右弓势必，右弓势必，好，走，单边，一，二，三，开步，四，开手。
放松。好，再来。三边，一、二，捏捏，这个手直接放在左侧。好，提腿，开步，再开手，下沉。好，再做一遍啊。走，一，二。三，开腹，四，打开，弧形打开，放松。好，来，再来啊。三边，一，二。哎，眼睛向左看，三，提腿，开腹，四，哎，手穿掌穿起来，拉平，走弧形，打开，下沉，好，来，再做一遍啊，三边。一、二、三、四、五，好，那个，好，来。把这个再做一下啊，再给我做一次，做一次再往下面接一个熟悉的动作啊，走单边，一、二、三、四、五，好，下面再接一个金刚倒立式重复动作啊，走，来。一，横平，二，三，哎，方向好了，四，五，放松，六，对，哎，这个是重复动作啊，好，再来，三边。一、二、三、四、五，金刚倒立。一，从下手走平。二，往后扛。三，再向前扛。四，上步，五，放松，对，好，再接一下，再来啊，单边，一，二，三。开腹，四，放松，金刚倒退，一，二，三，四，五。
右。好，再来一遍啊。再边，一、二、三、四、五，金刚宝位，一、二、三、四。好，再练习。好，咱们对着再练习一下啊。六方四壁，三边，一、二、三、四、五。金刚倒退，一、二、三、四、五、六，对，好，再来。三边，一、二、三、四、五，金刚倒退，一、一从下走，二。三、四、五、六，对，好，等一下擦下汗啊。好，咱们再来啊。单边，一、二，哎，身体转过来，你看，腰一转，这个虚部呢，哎，随着转。好，三，开腹。四，打开，放松。金刚倒退，走，一、二、三、四、五、六，对，好，咱们从起势。把这几个动作连起来做一下啊。好，起势。金刚倒立。
站立。六方四地，三边，金刚宝力，好，接下来把收拾。好，咱们再练习一遍啊。好，起势。金刚宝会。懒杂一，六方四壁。三边，金刚宝贝。好，最后练习一遍啊。好，起势。金刚宝贝。懒杂一。
病风自闭。三天。金花好配。好，今天咱们就练到这里吧，看看下面是怎么安排的。这李老师，那个陈老师，你那边是不是今天温度也很高啊？现在应该是30多度吧？现在。我相对来说今天还是比较凉快一些。很比较凉，哎呀，我看你这一会儿擦擦汗，一会儿擦汗，真的很辛苦，很辛苦。谢谢。好，你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疑问的。大家看看谁有什么问题呀、建议啊，都可以向这个陈老师提问啊。利用举手功能。看看谁有问题，谁举手。对，没有什么了，也可以，好的，也可以不提了啊。企鹅，请提问。哎，老师，那个下一个动作是不是就该那个云手了？不到云手了。金刚倒置完之后，下一个是啥？下一个是白鹅亮翅。啊，先把前面的练好就行了、后边呢不要操心，后边呢咱们慢慢来。我有点着急。不要着急，把前面的练好，把前面练好啊。在阳世里头是有白鹤亮翅，这尘世里也有白鹤亮翅啊。阳世的是白鹤亮翅，尘世的是白鹅，白鹅亮翅，哎、啊，还是有一点区别。好的，好，谢谢老师。哎，好好好。谢谢老师。下面请这个光标怎么着？我的这个计算机光标没有了。李主席，你给那个麦克风打一下。我这个计算机的光标找不着了。薛红已经打开了，薛红已经打开了。好的。薛红请讲。陈老师你好，你辛苦啦，出了那么多汗水。我想请教你哈，因为我前边没有跟那个课，今天上你后边那个砸手那个动作，我听见发出响声，那个响声是你的手砸拳头砸到左手的声音吗？还是你的脚砸到地上的声音？你听到什么声音啦？啪，就是那个手砸拳头还是那个什么？放松，
是不是？这样放松的动作。对，然后左是不是右手把左手的那个拳，右手的胳膊肘？那可能是有些关节在响。哦，哇，那你的功力太深厚了，老师。好。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哎，不客气。下面请这个华为 P 九提问。哎，陈老师你好，我有问题，想问一下，第一个金刚倒对的时候啊，那个第一个动作身体是往左，对吧？身体往左。对，然后那个重心是在左腿上还是右腿上面呢？金刚倒对，你的身体往左，不知道你说的是因为第一个动作第就是起势以后，啊、起势以后，啊、起势以后身体、就是、啊，对。你们现在这个重心在哪？不是，起势完了以后，起势，然后你那个金刚倒对，再继续往下按，然后身体也往左，对吧？对，先往左横。对，就这个时候，往左横的时候，那个重心是在右脚还是在左脚？重心在右。哦，在右脚。就转重心在右，身体左横，重心在，你看。嗯。往左横，重心在右。哦。往左转的时候，你看身体在右；往右转的时候，身体在左。哎，这个一定要记好。往右的时候以左为圆心，往左转的时候以右为圆心，掌握这一点就行。哦，那就是这个重心先在右脚，然后再转到左脚。对对，重心在右。哦，那好的，那个另外一个问题呢，刚才前面那位女士讲到你那个声音呢，我估计可能是就是说她说的是正脚声音，还是说？啊，也不是正脚，是不是？是这样正脚吗？ 对， 对，他就问这个声音是因为你正脚的声音，还是拳头砸到那个掌上的声音？是正脚的声音对吧？对对，应该是正脚的。谢谢。嗯。好，谢谢。好好。我的问题完了。好的，谢谢。看看下面大家谁还有问题。谁有问题谁可以提问啊？好的，敏玲请提问。啊，陈老师你好，今天很热，谢谢。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您的那个如风势臂转到单边那个过程，如风势臂，然后又往右转，那个手心向上，再打开来以后的话，啊，再转到正方向，等于是45度的脚转到正方向的话，那么这个右腿它的站姿是如何的？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好像右腿要稍微调整一下，是不是？对，我来。你比划那个就会看得更清楚啊！你看，走，啊，走，你看，转，把身体看，重心在右，啊，重心还在右，对，这个就往这个转，把这个转到就行了。那么右膝盖是不是要打开来？右膝盖，左右膝盖是要往外撑吗？这个要这个垮要上。这个右膝盖不要外打，它就是向前。哦，膝盖是右膝盖是向前。啊，左膝盖呢转过来，连尾是吧？因为你的脚尖转上来了，膝盖要是向外打一点。哦，那还是右垮要是松概念啊？右垮要松，右垮松开，
哎，松的就是垮，要松，不是直的。哎，这个垮要给它留余地，要松下去。哦，好，谢谢，我这个好像有点别扭，所以我就问一下，谢谢您，谢谢。嗯，没事，这是刚练肯定会别扭，然后练一段，它就会熟练了，这个动作它就会顺畅了。熟能生巧嘛，因为刚学它是有些生，是的，哎，练多了它就会熟，就会很好了。对，陈老师的身体语言，一直在教我们怎样领会，谢谢您，谢谢，嗯。好的，下面请华为 P9 提问。哎，陈老师您好，我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您这个单边的时候，右手是勾手对吗？对，勾手。这个勾手，这手腕呢，是就是那个勾手和那个手臂是成九十度，还是说是平行的？不在一条线，平行水平线上。因为你看，他和这个两个胳膊成一点弧形，蔓延的，不要很直，哎，它是蔓延的弧形。哦，那这个是手腕是弯向地面的，是不是？要弯，手腕需要弯吗？手腕是弯的还是平的？手腕是弯的吗？哦，不用弯成九十度啊。它要被肩平，你看，被肩平，不要高也不要低，哎，它是一抬起来被肩平，打平。哦，好的。你看高的它也不行，架走了；低的话它就不行，是不是？哎，所以要给它打平，撑起来。哎，这个就叫单边，给它撑。你看这个坑下的它就单。担不起来了，是吧？很上也不行。哦，哎，这个就是单边。哦，好的，谢谢陈老师。嗯，客气。那谢谢。看看其他的朋友还有没有要提问的？哎，好，下面这个艾峰请提问。陈老师您好，谢谢您，很辛苦啊。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看太极拳经常听人说这个转弯从这个重心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经常听人说要当走下弧和当走后弧，这个怎么体现啊？嗯，因为现在刚学的时候你不要考虑那么多，你先给它打开，因为你现在你还走不成，是不是？你现在还走不成，它得有一个过程。因为现在就是第一是吧，学习太极拳首先第一个就是需要先学习招数熟练了，是吧？嗯，你才能以后有些功底了才能走这里边的内弧外弧啊，是吧？你现在肯定你走不了，现在你直的还拉不好，怎么走弧形，是吧？它得有一个过程，这个是以后这个慢慢的会是这样的啊。好，谢谢。哎，看看其他人还有问题吗？下面请这个魏老师提问。魏老师又不提问了，好的，那么就请这个岳红大姐提问。哎，陈老师你好，就是我们那个金刚倒对正脚的时候，我们要用多大的力呀？看着你挺用力的，我们要用对，根据自己的情况是吧？一个是自然放松镇静。刚学嘛，肯定你也不要用太大的劲，用太大的劲，用的劲害怕是吧？不对，你就很自然的下是吧？下来，你就很自然，哎，很自然下来，因为你身体好了是吧？你随那个年龄小一点，年轻一点，这个还有因人而异嘛，是不是？年轻的可以正脚是吧？可以用劲大一点，
上年纪了你就不可能用那么大劲了，是吧？可以稍微轻一些。嗯，有些再大的年纪你可以不震就可以，哎，自动下来就行了。好的，谢谢。哎，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叫单边的时候，单边的时候开始重心在右腿，然后在那个手打开以后，左手打开以后就重心转到左腿了，是吗？对，你看一下啊，刚才给你这样做的，嗯，你这心里面有个数，你走开，一，啊对，是吧？啊，重心偏左了，二，然后重心在一左。哦，现在，嗯，不是，现在重心在左。打出去以后重心在右，重心一右的话那个身体转过来，嗯，对，然后左手展开的时候又变成，哎，好，这样打，哎，对，现在开步然后走，对，开步以后重心左来打手，最后重心是在左啊，就左腿，这个左腿打左腿开步以后，然后手打开就转到左腿中心。对，嗯，好的。这个就是一个是可以三七开或者四六开，哦，是吧？比如说左腿占六分，或者左腿占七分，右腿呢，嗯，占四分和三分，嗯，这样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哦，好的，谢谢。看看其他人还有没有提问的了，没有提问，那今天的课就这样了。陈老师，谢谢您啊，这么大热天。好，也谢谢大家啊。好，咱们做一个武术的礼节啊。好，大家再见。谢谢陈老师。谢谢陈老师，谢谢陈老师。好。啊，有啥问题的，大家有那个陈氏太极群，在群里面给陈老师，有啥问题问陈老师也行，给陈老师互动也行。那个今天来的有没有不在太极群里边的，陈氏太极群里边的可以分享一个二维码，我分享一个二维码给大家，你们要不在里边的你们可以进这个群里边，有啥问题的也可以给陈老师也在里边，大家互动。这个我刚刚分享的大家看到没有，这个看到了，看到了吧，这看到了吧，这个分享这个陈氏太极这个学习群，看大家不在里边的给他扫个码，扫个码。然后呢我讲一下明天的早上有一个讲座啊，是北大的李老师在多伦多给我们讲，就也就是每明天早上的加拿大这个东部时间9点到10点，一个小时时间。他讲的，他明天的他讲的是第一讲，以后呢每周这个时间他都讲，每周的周日，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美东时间，这个温哥华时间都比较早了，是6点到7点，这个时间国内时间还行。国内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是晚上的9点到10点，是第二天啊，第二天是周一的，是周六的，也是是周日的，也是周日晚上的9点到10点，国内时间比较好，就是温哥华那边西部稍微早了一点，它的主题就是。妈妈，就是妈妈宝典，六心秘籍，它是它的系列的公益讲座，教育的公益讲座。这个海报，还有帖子吧，这今天帖子加下班，海报已经制作好了，都转发各群，这个马上转发到各个群，希望大家呢把这个也给大家，因为时间比较短，大家就转发一下，更多人能够参与。那个明天晚上这个8点到9点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英语一法语一群的啊，张老师讲的那个法语课，每周就这一次啊。不过这个他们那群现在也有400多人呢，基本上这个大家都这个都参加这个学习，都在 Zoom 上，也是在这个房间直播间讲。这个9点到10点，也还是每周一次的，这个也是有张老师的，因为张老师他是大众会计，是会计师，法语的这个也教了学了吧，也教了30多年了，从81年开始教。这个比较成熟，他对这个时事的政治方面比较关注，所以说每周呢这个时间呢，他会把前一周的情况呢，不是他就是说他召集一些就专业人士吧，或者是他感兴趣的，这个在讲这个他这个是时事沙龙，就是把过去一周加拿大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时事问题，有哪些时事政策啊，一些政府出台的一些东西，他当然也包括现在他自己那边，就是说包括政府的一些补贴呀、啊，或者政府有哪些，就是大家关注的热点新闻热点，他会在这个一个小时就是9点到10点这个一个小时内给大家给一个分享，大家一个讨论，是这样，希望大家呢感兴趣的都可以参加。这是周日主要是这三场，周日三场。这个还是下周呢，还是从周一到周五，这个都比较多了。主要是这里边有增加了，主要增加是大家这Zoom这个值班呢，都有他们都有，这个自己就是说，大部分值班人员都有他自己召集主持的一些节目，基本上从6点到晚上12点，中间还有个别时间呢还有空缺，大家是要感兴趣的也可以参与值班，就值班就每人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个从周一到周五，每周都这样，就这样走，你当然你值班这个时间，如果中心没有其他活动情况下，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自己召集也好，或者自己有一些想讲给大家分享一些什么都可以，你这个你自己安排。当然说更多人上来以后呢，也就是给大家去分享嘛。这里边呢，我看看现在现在在群里边呢，我看谁，任老师在吧？任老师。任峰哥老师在吧？关老师，我看看，你们在不在？我刚刚看他在上面，是没走没有？好像不在。现在不在。这谁把这个锁上了呢？锁什么？没有锁，锁什么？这怎么还能有人在这等着呢？还有等的？没有吗？还有这样的？在哪呢呀？你看呢，你开开吧，那你开始，应该没人锁呀。听说是呢，我也没锁呀，那这是咋回事？这什么有我又成为主持人了，咋回事？听说是你把我的主持人抢走了干啥呀？就是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是这怎么回事？你怎么给我搞到这里边？没有锁呀？没有啊，这是共享屏幕，没有锁呀。你看，哪有等待的？你看错了吧？没人那不是刚才好几个人在那个等待会议室待着，没有啊？你看现在人在没有，现在没有。基本上今天就这么多事了哈，给大家该讲一讲了。这中心班的有什么事情呢？有什么现在就像这些呢？大家能转发尽量转发，在这个疫情期间的嘛，这个多些信息，大家更多人去受益。薛红，你那边呢？薛红在吧？薛红，
所以管老师一会儿到群里边感谢一下陈老师啊。嗯，我正在里头发呢。大家有到都到群里边那个太极群里边感谢一下陈大师。真的啊，你我看到一会儿擦擦，一会儿擦一下汗，一直擦一会儿，真的很累。怎么说不了话？你开开啊！刚给薛红没有开开，给薛红开。刚刚啊。你都把我的主持人抢跑了，我没有权利了现在。哦，那你可以啊，那给你一个，再给你个，行，给你呵呵，我不知道咋回事，你刚刚断。对。啊，你那边就是你那边呢？你看昨天就是明天呢，就是早上啊，就是有你那边有点早啊，你那个温哥华那边有点早。啊，这个礼拜你该宣传宣传吧。早上他这个李老师也教了好多年了，他这个哎，黄老师他有个自我介绍是吧？在您那边有吗？我现在翻不到你，我好像翻了你了，好像黄老师这个北大李老师他一个介绍，他这个自己一个介绍。你看没有啊？我没看着啊。有啊有啊，我是昨天都发给你了，是今天昨天发给你了。嗯，哪有？嗯。我们这边应该有些人来参加的，我已经发了几个群了，应该有人参加的吧？他参加是肯定，我那啊是啊，他因为今天他刚刚才拿这个，才拿到这个。你说专门有那个李老师的那个太极的介绍是吧？嗯。你说专门有关于那个李老师的太极的介绍啊？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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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李老师不是太极，李老师他是教育啊，他是教育方面的，就他是北大李老师。你说陈大师的太极，陈大师是太极，他有的，嗯，回来给陈大师讲的，那个我看看啊，李老师，我今天，他的介绍是李老师。北大李老师，他是介绍他有他介绍的，他是27年中美家教育经验，教育经验。加拿大米德维教育联合创始人，北京大学英语老师，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美国森科斯这个大学的教育学院博士项目课程设计研发与评估。他是27年中美甲教育经验。还是就是教育，他明天有个教育课题，每周这个时间他为大家分享，大家都转一下，就是明天这个就是海报啊，刚刚哦，这个海报我没给大家，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他海报，可能刚我有海报，我看看海报，我明天的海报。我刚刚忘了。那个海报，图库，哦，这是这一个，这是明天的啊，明天早上啊，加东时间，明天早上9点到10点。大家都在太极群，我可以转到太极群，把这个可以转发到太极群里面。管老师，你给这个转发到太极群里面吧。哪个？这个海报啊？这个海报转一下，叫明天大家都转发一下，有时间都转发一下。嗯，好的。明天一早上，一会儿这是不是做个帖子上去？管老师，发一下哈。他那个教育呢？我昨天给你转给你了，你可能没注意，我再发给你。你再转给我。我再转给你，转你本人的。我转给你了。
还有下周二，今天呢有一个帖子，下周二有一个，有个下周二啊，下周二有个。下周二有一个图片，下周二一个新博士，他一个也是一个网课，他主要是种族歧视的，他主要讲的是，他主要讲的是种族歧视离我们远吗？家长们应如何应对？第一代移民父母如何理解身份定位，如何与二代沟通，如何为孩子解说当前的种族歧视。啊，对，明天还有一个啊，8点到10点半有一个瑞森大学，我们也是我们中心主办，和他们一起主办的一个孩子教育方面的一个话题。明天那个他那个用不是这个Zoom，是咱们一个单独一个Zoom。那个帖子已经早两天都发了，大家如果没有了可以再转，再往这，当时你可以把这个再转到这个太极群里面，它是明天晚上的，更新的海报你得重新给我转一下啊，那个都是那旧的，哪个海报啊？就是这个林老师这个海报啊，哎，新的呀，我刚刚分享的就是新的呀，你得转给我一下。真的是哦，我跟你说，我转了，在我是在那个哦那个群，好，我现在转，我直接给你发一个吧。我把那个新博士呢，新博士就那一个是对，我把这两个都转给你。新博士周二都可以做帖子，他是周二讲的。那行，那个谁，那关，那其他都没啥事，就基本上差不多了，没啥，没，基本上都结束了，大家。那李主席，我也下了哈。好，行行，哎，你把东西发到那个群里边，我会转。哦，发到群里面。我现在管老师，你办那个明天晚上的孩子教育那个网课也发一下，还有那个时事，哎，明天发啥？那个谁也没说了，他明天那个时事，那个沙龙啊，他还没发，明天是讨论啥问题？谁知道？问张是什么情况？